解说不太专业，声音有些猥琐的节操问题，而第二只问题。那笑话等一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罗德为您带来的坦克视频解说。这是来自于战地跑者的这个逆袭的巧克力给我们带的地狱猫地图是练丘陵标准模式，我们在上面顺点位。哎呀妈呀，我记得他的地狱猫好像有点骚的，我们看一下这一把怎么骚。我喝口水。进攻时间到。好，这个时候，看样子他应该是想要去一线。地狱猫机动性比较好，隐蔽也还行，所以说很多时候他是可以顶到很前面的。你看他真的要往很前面开啊，那应该是到前面那个草丛那里去蹲着，看看能不能把谁给亮出来。有一个 M5 在前面作死，我怎么感觉 M5 会死呢？很专业的进了树林。你一马这个时候慢慢往前面开，真的不会有什么吗？好了，等着伪装往炮队进一下亮就行了。干嘛你还要开火？你隐蔽有那么好的？我操，真的不亮，这太牛逼了，我的2801根本就不敢想。敌人完蛋了。这个时候我们看他想先打这个。但其实我觉得应该拦截一下你们这个，他威胁更大。你看他自己还亮，但他可能是出于自己想打伤害以及拿人头的心态，所以说先打了外面那个但是呢，你刚才他那个姿态下山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这样的话也是便于灭点。目标未被击中。赶快尽快把他拦截在外面，不能让他再前进了。好的，漂亮。目标干掉了。那这样我们这几个眼才能保存下来，否则他强行作死亮那个，你把他怎么办嘛？我靠 ，M5 那个啪啪啪的频率简直遭得住的。判断提前亮，但是他不动了，漂亮。地狱猫，我看他在6级房里面威力还是算比较大的，各种牛逼。打得好！哎呀，别急。不要击！干得漂亮！打得漂亮！呵呵，哎呀，已经爽的遭不住了。反正至少我们这条路来讲，现在是搞得很好。你看后面 TD 都要上来了。
好，这个时候他发现，我靠，居然前面没什么人，那走吧，我就往前面顶，因为现在临县那边我们状况并不是太好，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寻求。哎呀呀呀呀！我们走不了了。哎，修啊！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停。哎呀，我靠，不能死啊，不能死，不能死！哎呀，没点油量。哎，我靠，这个心里面肯定慌的一逼。对面撸到那个尸体了吗？好吓人呐、啊！现在这个血量真的是一摸就要死的那种。这是个好东西，抓到之后，然后他自己没有感觉被亮，所以说火炮你千万不要自我感觉良好。你看一下小地图，你知道你进入别人射程了，你又亮了，那别人肯定有人在瞄你。好的，漂亮。哎呀，野牛居然到这上头，也真是厉害。那这个时候，这地狱猫的本身是怎么打算的？10-12，哎呀，我们这边这是一口血啊！这玩意儿还怎么搞嘛？哎，等会儿我去把手机充上电。好了，手机在旁边充电，然后现在，啊，我觉得这个压力有点大呀，啊，不过，哎呀，炮弹也不是太多，嗯，这也难说，啊，但是对面血量不多啊，好吧，好吧，我靠，这只有你先怂住，等他们看看什么时候给你来点失误。好漂亮！打得漂亮！哎呦！好的。把目标干掉了。我操！你们这一、啊，他们应该也知道这个树林里头有人，但是具体在什么位置不知道。哎呀，这个是各种被埋伏啊！他现在打的还是 APCR， 这你能忍？
完蛋了啊！哎呦，但对面应该大概知道你的一个弹道来源方向吧？你看对面3485已经尿了，已经无语了。我靠，你们这还不如去站呢，你这。好伪装啊！对啊，上了涂装，加了伪装网，又在树林里头。那叫他来，他说我不傻啊、哦，你不傻啊，好吗？那对面实在不行，可以去站嘛。最好是这样，3485先到 A4 那里去站，然后呢，站了几秒钟，接近十秒之后呢，就往后跑，跑到那个铁轨前面那个树丛，然后火炮就赶紧提前就架炮先架好，等于说反戈我们过去，但是自己不能在圈里面待太长，否则地狱猫会点死他的。啊，他说看怎么选择，他不想主动站队，因为这时候我们这边血量啊、人数各方面都并不占优。如果你一旦选择主动站的话，等于说你自己暴露了你的行踪啊，对面也是进行一些盲炸试探。但这里面的话，因为草丛很多啊，对面也是不知道他到底在哪个地方啊，他也是感觉到对面可能会一一试探了，所以说啊，那不如干脆先走了吧。对吧？免得那会出事了呀！啊，然而这个时候对面的3485已经出现了。只要你敢进来，只要你敢进来。其实吧，他都残血，你可以用 HE 啊，对吧？碰一下就死啊，免得万一角度太怎么刁钻了，等会儿一发没穿呢。有的时候就真的是因为关键一发没穿，然后对面活下来导致翻盘，因为你看你的血量也不高，对不对？万一他活下来，他给你来个反杀，那不是就神作了吗？对面说他是大神，哎，确实打的也有点好，至少在这个房间里面有点屌的。也是很机智，他是想绕到这个后面。啊。看看能不能逮住他的行踪啊！一想，哎，那我刚才从这里走，哎呀，我靠，捡到宝了！打得漂亮！居然在这里就转角遇到了，哎，怎么办嘛？锁定目标，敌方战车被击溃。好，干得漂亮！好，搞定。寻找下一目标。发现目标。打掉了。对面说运气好，我靠，你也给我运气好一个试试。啊，太牛逼了。那最后给大家说一下，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箱来联系到 QQ 箱是76785588@QQ.com，有微信的同学是可以这个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哎呀，我靠，嗓子有点不舒服啊，不好意思。